各位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鼓》节目。那在上一集里呢，师父提到，当我们面对死亡之前呢，我们可以皈依三宝、布施、念佛、忏悔。那么这样子呢，我们就可以转恶因为善果。可是有些人可能还是会觉得，生死还是很难测的。我们干脆就是了生死好了。我们也常听到很多人说，哎呀，修行啊，就是为了了生死。生死真的可以了吗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Sheng-yen师父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，这生死真的可以了吗？当然可以了了，如果不能了的话呢，佛法就变成没有用了嘛。佛法的最高的目的就是叫做离苦得乐，叫做超度，叫做度。超度，度是什么意思？度是就是超越。佛法把这个生死的这个范围啊，叫做苦海。为什么叫做苦海？就是因为生死苦的关系。其他的苦还算好的，实际上就是死亡的苦是最苦的。所以生死的苦海其实是指的是死亡，因为生了以后不能不死啊。所以这条海是最难渡的。那么如果说从生死的此岸到那个生死的彼岸去，这个叫做渡了。一般的人讲这个什么慈航普渡，就是观世音菩萨，就好像是说在苦海里边呢，来度众生，怎么度呢？头痛叫他不头痛，没有钱给他钱，因此呢，一般的人讲的常普度，就是度的那一些小毛小病啊，这个不是真正的度，真正的佛法的所以普度众生呢，是从生死的此岸到出生死苦海的彼岸去，那个苦海的意思。就是死亡，不能逃脱死亡，所以这个是最苦的事。因此呢，佛教讲要讲解脱，那解脱生死，就解脱实际上就是从生死的解脱。如果是仅仅是暂时一时间的某一个问题解决了，或者是某一个一桩这个案子解决了，并不等于是解脱，因为后续的或者以后的还有问题的，就是暂时一时间一个问题解决了，另外的问题还会出现，重复的或者是不断的另外的问题出现了，所以这个不叫解脱。真正的解脱，真正的超度或者真正的普度，这个是度众生从生死出生死，或者从生死离生死，这叫做了生死。因此呢，佛教来讲的话，了生死这个观念是相当的重要。不过呢，这个了生死的观念呢，有不同的说明、不同的解释、不同的理解啊。那么最基本的理解呢，就是说从这个生死界，就是出生了以后再死亡，死亡了再投胎，投胎再在这个出生了再死亡，死亡了再投胎，这叫生死。这个我们叫做生死界。生死界就是苦海。这个如何的出生死界呢？那就是要主要的是这个修行呢，戒定慧三学。戒呢，叫你不要再做坏事；定呢，心呢不受任何这个外境的环境的影响。这慧呢，就是随时都可以放下了，心中无挂碍了，这样子就得解脱，就真的得解脱。这个三个一定条件呢，是全部做到的。这就解脱了，解脱了以后，就是这一生，
还没有死亡以前，心中已经没有烦恼，那死亡以后一生即说，这个身体就死亡了，那不会再来了，不会再投生，不会再来了。那在佛教里面讲的阿罗汉，可是一个凡夫一下子能够证到阿罗汉吗？不容易。在释迦牟尼佛的时候，当然有许多的阿罗汉，有几千位阿罗汉。那么释迦牟尼佛以后有没有阿罗汉？有，那今年的就少了。可是呢，不证阿罗汉怎么办？那要进入阿罗汉呢，一共就三个阶段。是。前面有三个阶段，到阿罗汉是第四个阶段。那么前三面的阶段呢？先接受佛法，能够理解佛法，那决定啊信而没有怀疑，这样子他自己就从此以后啊不会受到任何影响。那从此以后呢，只有啊消旧业，旧业要消，那真的出国以后再来七次，还要再来七次，再来七次，七生。其生死，可是真的出国以后决定啊不会下堕的，所以出国很重要。如果能够真的出国的话，那么进着出国，如果一下子能够修到二国，再修到三国，那更好了。这个修到三国是不再来了，修到二国还会来个三次，三番生死。那如果修到三国了不再来，到哪去了？是啊，升到天上去，在天上啊，就在天上证四果，这个天叫做这个不还天，也叫做不还天，又叫做净居天，那就是三果圣人呢，死亡以后就到那边去，那边以后呢就不再来，而在那个地方证四果阿罗汉，那就是啊，成出三界。那就是出生死，那就是啊，这个叫做解脱，叫了生死。至于说另外的，就是大乘佛法讲的了生死，下一次再讲。是，人生开始。师父说，生死既然那么痛苦，所以我们要了生死，出生十界。如何了生死呢？就是要勤修戒定慧。也欢迎你在下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